文二壮说，历史记得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香港警匪片和黑帮片。那个时候古惑仔系列、英雄本色系列、枪火、无间道系列、跛豪等等香港的警匪电影给我们留下不少英雄情节。还记得那时候男同学们最喜欢的就是古惑仔，当然还有小马哥。烧钱点烟的镜头可是被认为最帅的行为了。电影虽然按照剧本拍摄，但艺术的灵感来自生活。香港电影众多的黑帮和警匪题材也侧面说明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的黑帮泛滥到随处可见。香港的黑社会最著名的应该就是三合会，它也是香港黑社会的发源地。据记载，三合会的成员最多时，全香港华人男性的三分之一都是三合会的成员。那为什么香港的黑帮会如此兴盛呢？鸦片战争，清政软弱无能，导致香港被英国强占了150多年。被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英政府不管平民百姓的死活，社会治安混乱不堪，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而针对华人的治理奉行就华人治华的原则，这也是香港黑社会能盛行的一个原因。当时三合会发展正盛，除了开办妓楼和赌场，也向商人平民收取各种保护费，而一有利益就会有争斗。有不甘人下的成员开始离开三合会，自创帮会，通过打架斗殴、争夺场地争得更多的利益。一时间香港黑社会团伙纷出现，大帮会收小帮会保护费，小帮会向小混混收保护费，而小混混又向商人、老百姓收取保护费。那个时候英政府警察系统也已经腐败不堪，他们利用三合会或者其他黑帮来帮助提供消息或情报，也乐得收受黑帮开非法场所上缴给他们的小金钱。在香港一直流行着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的现象。可以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警察系统就是香港最大的黑社会。当时还曾出现过一个武力探长李乐，黑道和白道两手遮天，发什么什么命案打电话给黑帮老大，犯人就会被黑帮送来，根本不用出动警察调查。后来香港拍摄的《武义探长雷洛传》，吕乐就是电影主人公雷洛的原型了。这种警察和黑社会勾结的现象引发民众不满，香港政府于1973年成立廉政公署，开始打压治理警察内部腐败，同时打击黑帮团伙，于是香港的黑帮团伙开始衰落，不再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犯罪收取保护费。很多黑帮团伙开始转变业务，香港的黑帮电影也是从那个阶段开始兴盛的。1997年香港回归是那一年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了。对于香港的回归，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奉行港人治港的原则。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当选的香港港首也按照中央的法律法规来治理香港的各项事务。香港不再是那个混乱没有秩序的社会了，像在靠着打架斗狠、江湖规矩来养身立命已经是行不通了。所以香港的黑帮团伙在公平公正严明的中国法律管理下更是没有立足之地了。于是曾经风头无比、盛行一时的香港黑帮就在香港销声匿迹、消失不见了。本文由二壮说历史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一起长知识。